查什么？看看他身上到底怎么玩。开始嘞！真假的？对啊。又要选角色了。Don't stop。我出来嘞。上面看起来，上面看起来建筑物哎。怎么会有蜜蜂啊？一只而已啦，不用怕啦，是和善的蜜蜂。不和善。上面有道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随机的哈。哎呀，你看上面这个什么东西？赛车场你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怎么那么好？你先赶快，我的资源什么啦？有什么东西吗？上面有一堆就是基础物资啊。那这路是假的。我们记一下那个啦，传送门的方位，好，再讲我们在哪里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是在红色。红色那是什么？你看大地图。红色。你看，你开到大地图，开起来，然后我们下面一排有红色的地方。没看到啊，就是这个路哦。那个不知道什么建筑物吧，阿哉。Marble tree, the worst kind of tree. Then, 你先瞧。没用啊，赶快找物资啊！哎，因为我出去玩啊，所以好久没开啊。王子安啊。可能是去阿里山路上让他饿到啊，就很想我。来说你好玩吗？就那样啊。睡觉睡醒，然后在车上睡觉啊。怎么日出呢？我不是有拍照片啊。哪里有拍？哦，泼到个人 FB 上。哎你妈的！有啊，听说是暌违18天第一个日出啊。哦，看来有就那样啊。哎 ，provide a small amount。我们要晚上啦，所以你想要在传送门那边见？可以先回去那边啊，我传送门的右边还蛮多兔子的，我这边做，我先打算做一堆陷阱先。你要不要砍个树啊？我在砍，可是有蜜蜂接近我一点。哎、欸，我把它打爆了。啊！刚刚来你拿了一堆蜜蜂，操你妈！刚刚你老兄弟呀、啊！有你，第一天叫GG啊你！有一堆蜜蜂啊！不懂为什么，我不懂为什么打过来的。我觉得是时候要晚上喽，是不是啊？确实很不错。哎、欸，我，嗯，该回去喽，该回去喽。Coming， 往哪走啊？开地图啊，回传送门。哎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Go back， go back， 你有木头哦，我没有木头。不然呢？我觉得你应该。我看这边有个地方不得了，等一下要死了要死了！等一下，等，我来了，我 fucking 他们 fucking 这是什么？啊，刚刚是蜜蜂，操你妈！啊，不然我在那个什么奇怪的那个标志那边盖火好了，那个奇怪的标志那边好了。我回来，但我没有木头啊，木头在你身上啊，快造火把、啊！不然快造萤火、啊！木头、啊，我刚没造了。啊，你要什么？你缺什么？我没有木头，等一下，我没有木头啊，我没有木头。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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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fucking 啊 ，fucking 啊 ，fucking 带啊，木头啊！等一下，看到这里，
啊不是有啊不是有，我刚刚被蜜蜂攻击没？哦，我看到不同不同，我要砍我要砍我砍。啊，我看到了，好像我可以有房可以做，房可以做。你先在那边造啊，你在那个奇怪建筑物那边。我刚看到一个四个猪头被竖在那边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边超可怕的。这是别挨饿。这里。吓死人啦、啊！有卡，我们是老手啊，开玩笑，今天也是上一次。点点点点点。这已经完全会啊！哦，再多点点草。好，该走了走，撤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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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没有放。红萝卜，我来放个红萝卜。撤退！火！哦！让我煮，让我煮煮啊！他好像没有中文翻译啦。对啊。那些不要放太多，那火不会再大，就是不会了。我右边有放了三四个陷阱，觉得左边很多，这边有个干草，对。我可以做衣服欸，但我宁愿做陷阱。毕生的资源都拿来做陷阱呢、啊。哦，好黑哦，出不去。我想种树。哦咪妈，你揉什么眼睛？对对对，你烦死！那不是呀。好粗，我觉得这点火应该够我们撑吧，够我们撑到白天吧，这点火。糟嘞，不要拿洗掉。看，你要往哪边探索啊？哦，白天，白天，白天。随便。你在，那你那角色名字叫威尔森。排球你，而且你的名字叫威尔森，而且你的胡子会随着，会随着，哎、欸，胡子有保暖的功能呢。哇，白天的。怪，我在看资料。我要去右边。我是柳哎、欸，而且我是纵火者哎、欸。干，你可以干嘛？难怪我刚才经过那个火上没有被烧到，我可以免疫火的伤害。然后说，如果我的理智够的话，会自动点燃火焰。你到底是不是队友啊？哦，所以我有一个打火机，所以你是没有的。我没有。你打火机会洗吗？不会啊。哦，所以你可以晚上一直去探索咯。哎，好像是，可是我觉得还是会被攻击吧，所以等于没有。我只知道我拿了打火机，然后所以我的脑的话，就是我的理智，我固定会放火、欸。干，干这游戏发生什么事啊？你给我去石头路上睡。我等下再去看一下别的角色，还蛮好笑的。我已经立志要当抓兔子达人了，剩下就交给你了。有啊，我要抓一辈子的兔子。我想要兔子是随机生吗？有那个、啊、兔子洞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抓到是哪？
这地图好小、啊。有墓碑，墓碑可以进去。好多蝴蝶啊！这什么？还没长出来的蘑菇。哦，下面有新的路。这什么？有青蛙、欸。鸡。野莓，野莓。看到东西就想捡。胡萝卜，胡萝卜。哦，有道路哎、欸，有那种砖块的道路哎、欸。可能。有虫洞。嗯，好啊，我听到蜜蜂声啊，好多蜂巢，蜂巢怎么处理？你不是纵火者？可以烧吗？不然我还烧个树来看看啊。你确定？我他妈就是要烧，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哎、欸，不得了啊，哎、欸，可是要怎么熄灭？哎、欸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，哎、欸，好啊，烧起来，准备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了，你知道我把它烧起来以后再砍一级就倒、欸，哎，干这超方便哎、欸。等下是变灰烬吗？你，等下看是不是变灰烬啊？哎、欸，干，会会，肯定灰烬，干你妈！青蛙会打我吗？青蛙又不会打我吧？其实我可以烧蜜蜂。哎呀，晚上晚上，哎哎哎哎哎！哇，下面好多草莓哦，满满的哎、欸。好多鸡哦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我是不是该回去啊？肚子饱饱，我又吃一个草莓了。已经跑太远。我鸡看起来好好吃，吃不到啊！哎，我还到个不得了的地方，我还到个不得了的地方。我的雕像，你上完我 to happen to it。那些雕像旁边都好多花哦，全部干着。你干花干嘛？你要吃花你？有石啊！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虫洞，虫洞。不管了，我觉得该回去了。在哪？哦，到了。我怎么越走越远呢、啊？开地图啊！完了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我要放弃掉的话，我只能在这地方，我只能走到另外一边去。你为什么会走到另外一边去啊？你吃。你还有一点时间。哦，石头，石头！砍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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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砍！种草莓怎么种？你问我？有人说可以种草莓啊。他的意思是，嗯。在脖子上你嗯好啦，点亮我们心中的火焰啊，开心啊，我还抓到一只兔子嘞！
我现在饱饱的。你在哪里呀？你是不是要回来啦？怎么来？我在那个红色区域的右上角的地方，而中间好像是隔了一个裂谷还是什么东西。那我要去左上角晃晃了。你的地图跟我是共通的吗？共通的啊，只是我看不到你的点啊。那你，我现在地图是不是呈现个很奇怪的形状？我跟你看不到，我跟你看到的是自己探索的啊。哦，是啊，我刚刚去右我下的意角思啊，是，对，你右上角哦，我都看不到。那做地图给你来。这个点还不错呢，附近好多兔子哦，有怪有怪有怪。哦。现在可以连线啦，它有出连线版。火鸡爱吃草莓，那我要哦，火要熄了，火要熄了。哦，白天白天白天，赞赞赞！哦，哦，这边好多兔子，兔子窝。去建设那个，你刚要找听到什么好地方吗？在 machine，你还要换地方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好地方，我就继续在原地啊。没什么有用的地方啊。那就这在原边地啊。有什么建比较多？我要跟看蜜到就蜂是。和平相处。怪的花，这是什么恶魔花？看起来好恐怖。吓死我了！吓到我荧幕都坏掉，差点换掉。我看到一只机器的猪，它就朝我冲过来，它在撞树欸。他撞树好快啊！你的兔子都中了，欢迎再重练一遍。帮我收收，你有红萝卜买一下。啊！红萝卜买。啊啊！对对，我发疯的机器人把所有猪都杀死哎、欸。你可以点下尸体了。可以啊，反正没什么东西。哦，活过来过来，我决定我要撤退，我要撤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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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退。看他过来了，他追过来了，他追过来。真的？阿霞，我要带好朋友来找你啊。我在，我往那个红色的地方去啊。你在哪？不要过来，我觉得你过来会死得很惨。我、哦、怎么还在啊？你怎么还在啊？我刚才还吓到一直切换到荧幕。好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，回去建设。怪的树欸，有一个鬼脸树欸。那兔子也太多了，我们来。你怎么还活着？
那我还是在原地生火烤一烤。好好，我在附近种了一堆树。这游戏有箱子这些东西吗？我拿到一个包包诶、欸。哎，应该有吧？我记得有。兔子尸体啊，它不能共用一个。是啊。哎、欸。你知道做完这边的兔子陷阱百分百会获，哇塞！因为我都有放那个啊，红萝卜啊。萝卜我知道，我看见变少。那个机器犀牛太恐怖了，回家回家。我们要死了，只好吃一只兔子。哎，没有补多少，干。你有没有煮兔子啊？有啊，没什么。那这是哪里？为什么旁边有个？特别。为什么这边有猪头？我刚才发现那边有猪头。你到我刚才看到的地方，四个对不对？呀、yep。哎、欸，我如果纵火烧这个树会怎么样？你把它烧一烧好了，感觉没什么用。不能呢、欸，哎、欸。我们放一个大的火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先去放陷阱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干草堆才会用到你刚才那个弄草，然后这边是不是可以做东西？哎，渐入佳境啦！嗯，我还做科技的，好的，就在这里，你觉得怎么样 ？OK 呀、啊。那我直接盖个新，盖新的火，干石头不够，那还是得用这个。对、欸，有 magic， 有魔法哎、欸，这游戏还可以制作魔法，开玩笑。我可以做个帽子哎、欸。我有帽子啦，但是我不能做陷阱了，做个铲子出来好了，铲子好像有用。是不？哈哈，你为什么要丢地上？你会不会饿啊？好，那我们去。干迟到，干迟到，干。你会不会饿啊？我是觉得还好。啊，这个比较肉哎、欸，看那武器。好啦，所以现在来看看，理智过地震后会在脚下点燃火苗，一样会啊。啊。然后我们来看看另外的角色，有个角色叫做温蒂，一定是就是那个金发的，你知道那个吧？然后他名字叫做死者家属，然后他完全没有屁用，看你。哎，我做了一个背包啊，拿在地上自己捡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哦，背包我丢了吗？然后我来查一下哈，食物相关。出发啦！农田要做的，要捡大便，啊、要四个大便，然后原木跟干草，所以就是要去捡大便的，对。赶紧把它捡。好啊。然后我要去砍石头。蜂箱，蜂箱就需要蜂窝跟蜜蜂了。那咦，这个好，屁股里。还不错啊，它物资会生出来，那就好。刚刚眼睁睁看着一堆东西，
非常残酷。冰。哎、欸，我来到了荒，一个荒芜的大陆。妈的！你是看到机器犀牛啦？我看到那个会攻击人的青蛙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刚过去，他没有打我哎、欸。嘿，他是干？我觉得他是性别。他是不是喝血啊？他是不是喜欢喝血啊？救命！哎、欸，这边有个很奇怪的圆环呢。哦，我刚有看到。这是可能干嘛的？这么不知道，可能是要晚上过去吧。我觉得还是不要过去为妙。是不是蘑菇啊？干你妈的嘞！喵！第四天啦、啊。那我只能走了。啊，世界好不欢迎陌生人哦！你妈，你知道那青蛙怎么攻击的吗？超恶心的。吐舌头你。真的是他妈的吐舌头。而且他的舌头很有问题。这个好啊，妈的，哇塞！我开始在盗墓啦。捡到一堆土。我在坟墓区，还要用铲子在挖地上。然后我原来铲子是这样子。挖一堆不知道什么有的没的，我怕会不会挖出一个人呢、啊？僵尸？我这有没有脚步声？哦，你妈的嘞！干，那这青蛙太夸张了，那真的太夸张了，真的要走。啊！有鬼！在挖，再多挖一点。嗯。大大，我错了，大大。哦，又是虫洞。走，地上好多石头哦。妈，这鸟飞的声音很像什么东西靠近的声音。我来到了很多兔子的地方。动那里是什么？要黄昏的。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去、欸。干。很远呢、欸。是有青蛙吗？是不会提早回来呢。我在全身跑通，而且我捡到了一个帽子，看起来超酷的。救命啊 ！Excuse me！ 哎，我的打火机不会被那个青蛙搞掉了吧？好像是哎、欸。好啊，把我打火机搞掉了，没有火啦。好黑哦，好黑哦。哦，有草。好黑哦。哦，有树。看他把我打火机搞掉，干，坏掉了，再来一个。好黑哦！我觉得我也快活、哦、回来，我差点我回不来。哇，开心！我的弓嘞，开玩笑。我的长矛嘞，
也没长出来了耶。还吵，快晚上喽！你是不是回不来啦？回不来。哦，抓到兔子喽！哦，兔子，兔子，什么烂根？食物太多了，不知道吃什么。你吃那时间不去吃的人。我们回去接我们家猴子。这根到底是什么？这怪的。这什么？所以带你哦，你刚刚做了个避雷针。我做了一个睡袋耶。你刚刚就是你第一次玩的时候啊。哎，那真是避雷针。我们好棒棒，我们好安全。我做个箱子好了。他进去、哦。我做了一个箱子，好像 没地方放火了。哦，白天了，白天了。